有压力，更有信心。因为我是第一次执行任务，压力难免是有的。因为神秘的太空充满着许多未知，空间站任务也充满着风险和挑战。但我坚信，压力就是动力，信心保证成功。经过11年的学习训练和磨砺考验，我对自己充满信心，对我们团队充满信心。这次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第一次载人飞行，我有幸能够开跑空间站建设的第一棒，我是有很多很多的期待的。这次任务也很多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把空间站核心舱啊，这个太空家园布置好，还要开展一系列的关键技术的验证实验。任务呢也是很艰巨的，挑战也很多。这次任务出舱时间大幅增加，而且是多次出舱，任务变得极其复杂艰难。我相信挑战和考验也不会缺席，为此我们进行了严格系统全面的训练。